彩电学社是政府推动本地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项计划，为学校和非政府福利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，免费在他们的处所安装太阳能发电系统。太阳能板效能高，反射率低，亦会向南倾斜14度，以收集更多日光和减低反射及风荷载。铝支架耐用，易维修，还可以循环再用。底座以环保砖组成，代替混凝土。环保砖混合了回收建筑废料和回收玻璃，既可为支架加重，又不会破坏天台防水结构。太阳能发电系统附设实时监测系统，以显示发电系统的运作情况，包括功率输出、累计产电量、实时日照度和实时温度。这些资料可以用作分析和教学用途，有助引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和推广低碳生活。